年度推荐热度艺人，年度推荐人气艺人，满腔热血正当时，活力无限创新风，他们拥有无限可能，怀揣诚挚初心，闪耀国际舞台，基本功扎实，实力不容小觑。他们的音乐充满力量，带着年轻的张扬与傲气，用热爱定格无数魅力。微博音乐盛典年度推荐热度艺人：乾坤、萧俊；年度推荐人气艺人：黄仁俊、钟辰乐。让我们有请乾坤、萧俊、黄仁俊、钟辰乐共同来到舞台，祝贺你们。同时让我们有请出荣誉见证嘉宾，微博音乐与演出业务总经理王冉，为他们送上荣誉见证。微博正式链接海内外的多元化的平台，鼓励音乐人自由表达音乐畅想，展现更多风格。谢谢王冉，我们合影留念，谢谢。有请落座观礼。王总今天好美哦。好，我们也有请几位发表获奖感言。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吉林的黄仁俊，然后，今天能在微博音乐盛典得到年度推荐艺人、推荐人气艺人这个奖，感到非常的荣幸。然后希望今后呢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大家见面。然后呢，也想感谢无时无刻关心和爱着我们的朋友们。然后最后呢，也想感谢为了我们付出很多的工作人员们，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钟辰乐。首先非常感谢微博音乐盛典邀请我们来到这里，并给到我们这个奖项。然后感谢新浪娱乐和微博音乐的支持。然后最后要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支持喜欢我们的朋友们。然后我认为这个奖项是一个鼓励，鼓励我们之后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音乐、好的作品，然后通过微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谢谢大家，希望多多支持我们，谢谢。大家好，我是威神 B 的萧俊，非常感谢微博能颁给我这个奖项，感到非常的惊喜，也非常开心，因为微博陪伴我度过许多许多岁月，我非常的爱微博。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还有能量。也大家也同时希望大家期待我们威神 V 今年下个月的新的正规专辑，还有11月份的新专辑 Showcase 的巡回演出。谢谢大家，谢谢。九壳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威神 V 的乾坤。那首先，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在微博音乐盛典拿到这个奖项。那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我觉得不仅是一种认可，更是一种期待。那未来呢，也不会辜负这份期待，和我的威神 V 的成员们一起做更好的音乐、更好的舞台。那也希望我们的威神 V 们能够多多期待我们下个月即将发行的新专辑，还有11月份即将开启的 Showcase 巡演。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期待，也恭喜各位，谢谢。可以先到台下落座休息，继续观礼。再次祝贺获得荣誉的诸位，祝贺你们。好，让我们欢迎国内实力派男团威神 V 的两位成员乾坤和萧俊，欢迎两位。欢迎两位来，分别把自己的声音卡片投递到我们的信箱当中。你好，然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中心点位签名留念。
在他们签名的过程中，我可以接着给大家安利哈。我发现啊，去年底哈，威神发了迷你四集，如果还没来得及去接受这份好礼物的朋友们，可以好好的去回味一下他们的好音乐了。然后接下来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中心点位和影留念，两位好兄弟。我去翻了一下他们的微博，非常可爱，不约而同的在昨天晚上九点多同时发布了自己抵达北京的一个机场照。我有理由怀疑这个照片是两个人互相拍的，因为那个背景姿势都很像。欢迎两位。好，又是你们的招牌手势，谢谢你们，欢迎你们，希望今天玩得开心，可以去到下一个合影点位。那乾坤和萧骏呢，也曾合作过抒情歌曲《这时烟火》，那么异彩纷呈的舞台呢，也让粉丝流连忘返。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两位好朋友，人气歌手黄仁俊、钟辰乐，欢迎。两位分别呢，把自己的声音卡片投递到了我们的信箱当中，接下来可以来到我们的背景墙前签名合影。他们团体代表作呢 ISDJ 的传唱度非常的高哈，被很多 ISDJ 人格的网友称为哇是自己的本命啦。来到我们的前方合影留念，而且两人今年都参加了综艺叫做听说很好吃，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综艺首秀舞台，也希望两位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哇，好多喜欢你们的朋友，都照顾到都照顾到，都给拍啊，都给拍。我相信现在弹幕上很多朋友也一定在欢迎你们，非常非常欢迎你们。好，我们给两位递上话筒好不好？来，我们依次给大家打个招呼，有请。大家好，我是黄仁俊。大家好，我是钟辰乐。欢迎两位。哎，我其实有看过你们的那个直播，特别可爱，两个人一起回国的时候。谢谢谢谢，希望以后可以在微博多多营业，跟喜欢你们的好朋友带来更多的作品好不好？好。那中秋节马上到了，这不也是回家了吗，团圆了，有什么祝福的话想要送给大家呢？希望中秋节的时候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好吃的饭，然后呢团团圆圆的，希望大家开心，然后能够一直幸运下去。谢谢大家。细心的朋友发现旁边还有提词的。来，到你了。希望大家在中秋节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休息，然后和家人在一起观看亚运会，然后过一个完美的中秋节，希望大家天天开心。谢谢。说得太好了，没记错你好像也是刚从杭州过来的是不是？对，希望你回家开心好不好，也多跟家人团聚。谢谢你们带来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那么接下来呢，可以去到我们的内场微博音乐盛典，欢迎你们。谢谢，一定要多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作品哦。接下来这位朋友刚刚前不久休息室中寻找一位艺人朋友学习舞蹈。大家好，我是陈乐。大家好，我是任俊。可以邀请你一起拍一个舞蹈挑战。大家好，我是王子浩 Levy， 请多多关照。Levy， 我之前在电视上就看到过他参加一个选秀节目，然后看到他跳舞非常好。谢谢老师的关注。这是陈乐，然后任俊，我是任俊。老师好，晚上好。就跳我们就是最近的一首新歌 ISTJ 的。新歌 ISTJ 的舞蹈吧，舞蹈挑战。接龙唱歌，输了的人接受惩罚。这就是爱，又是爱，又是爱。那我再来一个爱。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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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不出来。啊，好难啊！
那任俊输了。对，输了，输了，好吧，要发微博哦。好吧，两人清唱一首《走红毯》最适配的一首歌。爱的那么认真，爱的那么认真，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我是喜欢出去，必须是耳机，我一定是列表循环，我只听我想听的歌曲，不需要超能力。打篮球的时候，或者说舞台表演的时候，出去，耳机随机播放，停止时间的超能力。吃火锅的时候，悦享新生，共赴新生热爱。大家好，我是黄仁俊。我是钟成乐，来微博音乐盛典，共享音乐嘉年华。9月26日，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易会随机播放，这个确实不太清楚。想拥有歌红人也红的超能力。Justin Bieber 的 Hot Visual 好电影，见到我们的微真，悦享新生，共赴新生热爱。大家好，我是威神秘的肖俊，来微博音乐盛典，共享音乐嘉年华。9月26日，我们不见不散。我是艺人，我会看我们的泡泡，随机播放。相比之下的话，还是歌比较红的目前，但是当然以后想做到两个都红。瞬间移动，威神秘的 Broken Love， 乾坤飞上天了，就是飞上天了。悦享新生，共赴新生热爱。大家好，我是威神秘的坤乾坤，来微博音乐盛典，共享音乐嘉年华。9月26日，我们不见不散哦。